题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就是一堆数字，有没有？这数字的话，第一个工作表叫体重追踪表，然后呢，体重追踪表这个应该是七月份的吧？七月份的目标有没有？七月份的目标是55公斤。然后呢，如果你假设这些资料，说真的用眼睛看，你怎么看得出有啦？有多一点点，这边多一点点，这边少一点点。但问题是你这样看，说真的，实在是很难。一眼就看出来，可是如果你今天绘制成一个折线图，我跟你马上就知道了。那只是说你要怎么绘制成这个折线图，或者叫区域图，好、哦，那这个就是今天他要我们做的了。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题目哦。这个题目的话，前面会一样会有一个叙述，有点像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而且这个难度哈、哦、是中的，所以难度相对比较高。他说这个人哈、哦。他想要对自己自我要求啊，减重控制，所以呢，他就在2013年的7月跟8月啊，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 ，OK， 然后并且设定7月份的目标是55公斤， 8月份为50公斤，哇，一个月要减5公斤很应该是蛮难的啦，不过不知道他有没有实现哦。然后呢，但是光是看数据啊，看不出减重成效，所以有时候成效不能说我好像。有减好像那其实不准，所以最好当然是每天要去量，而且它固定时间一定要量。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认真的哈、哦。不过我发现哦，现在体重计都还蛮聪明的，有没有？它可以跟手机做连线嘛？只要你站上去之后，它会问你说：“哎，你现在谁站上去？体重多少？”有没有？它还马上帮你把那个你的体重哈、哦，把它标注上去，啊、嗯。你不要买别的，小米就有了，有没有？我家就有小米体重计，它就会帮你做记录。不过它的缺点是它这个资料没办法导出成 Excel， 如果可以导出到 Excel 那更好，直接可以拿来把这个资料呢做一个计算哦。然后它是说呢，它要做这个目标，那并且呢哈，因为你要看数字不容易理解，所以它说利用什么折线图啊来表达这些资讯。OK，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这个资讯呢、哦？那你可以看到了，其实因为呢，它的这个 A 栏是日期，然后 B 栏的话呢是一个体重，所以其实画折线图就蛮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那个日期当成是横轴，横轴的话呢就 X 轴，就是它的日期、它的时间，哈、哦，一直往前，然后纵轴的话就 Y 轴哦，可以去标示。他的什么呢？他的那个体重，那你可以马上看到高高低低起伏嘛，这样就知道说到底他减肥成效如何。那目标体重的话呢，就可以画一条线，有没有？这一条线如果超过的话，那表示他减肥计划失败；如果低于的话呢，那表示成功。OK， 所以给他一个什么呢？有点像一个标准线的概念。OK， 好，所以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图表绘制。那可是要怎么绘制啦？我们根据这个题目哈的要求来做做看好了。所以第一个哈，他说，所以这题目一二哈底下的话有这些了哇，题目其实还蛮多的哦，还有到四 ，OK， 所以有四题了哈。那我们先完成第一题看看哈。第一题的话要我们做什么？他说使用体重追踪表内的资料进行绘图 ，OK， 然后呢他说使用 A1 到 C32。然后插入一个什么表格，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然后呢，之后将体重哈、哦、改为区域图。所以第一件事，它很麻烦，它明明就是折线图，你要改成区域图。不过它就是考你哈、哦、会不会改图的这个动作。所以第一个话，我们把范围先选起来，有没有放 A1 哈、哦？一般是 Ctrl Shift 向右向下了，有没有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Ctrl Shift 向右向下，有没有？选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呢，我们要插入这个图嘛。那他说哪一种图呢？哦，找到有没有折线图？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折线图？那折线图旁边有个箭头。那他说要找哪一个呢？含有资料标记的那一个。资料标记其实就点啦，所以其实应该是这边有一个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就这一个啦。OK， 你把它点下去，那图就出现了，有没有看到？不过他蛮聪明的，有没有？他时间就变横轴。然后他的那个体重就变纵轴了，那其实用含有资料标记是指的是这个那个圈圈的点哦，所以如果假设哦你把它换成别的话哦，
哎，啊，怎么换呢？其实这边有个变更那个图表，有没有？你如果改成没有的话，其实就是，没有，这边可以改哈、哦。比方你说含有资料，哎，如果改成原，改成这个好了，没有资料标记，它就变成像这样，没有点，有没有？那有的话呢，其实变成这样子，哪一个漂亮呢？嗯，感觉好像没有比较漂亮，有一个点，好像感觉就有点脏脏的东西在那上面。OK 哈、哦，不过每个人这个不一样啊。OK， 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种美感的经验啊，他要我们选这一个，你就选这一个。但是他选完之后，他又跟你讲说，请你改成什么呢？不要用含有资料表，他可能觉得都不好看，哦，也不适合用这一个。最后他希望说你把它改成什么？改成所谓的区域图。那哪一个区域图呢？他没有特别标，所以区域图里面好像有三个。那所以他应该是这一个了哈、哦。我们按一下看看区域图，按一下。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区域图啊。当然你说老师，那我可以试试看别的，可以啦。我是建议你可以哈、哦，每个图都给他点点看。那以后的话，知道说每一种图不一样的特性，然后针对不同资料给正确的图，这样看起来就很清爽。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体重未免波动太大了吧？有没有一下高？不过这个区域图我觉得反而没有像折线图清楚哎，有没有折线图好像比较清楚？而且他体重好像是有个规律性，最低好像都是礼拜五，礼拜五都很低，可是礼拜六、礼拜日又上去了，哎，那这个不就是有点像一般的，礼拜五可能一整天上班，然后比较辛苦，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又开始放松了，所以就大吃大喝，然后体重又上来了，哎，又感觉好像有点像这样的状态哈、哦，所以最后他是希望改成所谓的区域图，啊，按确定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就达到他要的哦。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尤其这个画图这一件事，我觉得真的你数据哦，每次看数据就很不好阅读，但是你画成图哈、哦，真的就直接马上可以知道什么意思了。好，所以第一个哈、哦，他已经第一题的第一个项目 OK 了。那第二个项目的话呢，他说什么？复制原有的体重数列。然后他说要一致，另外再加一个就对了、哦、然后呢他说要使图表内包含三个数列 OK， 那这个数列的话呢分别是体重、目标体重跟所以体重变只有一啊，这个有点不好记，那其实主要是在哪里呢？主要是针对那个什么选取资料地方，所以刚刚是变更类型嘛，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一个。那你点下来之后、哦、你会发现它这边呢有一个所谓的图例的项目，目前只有体重跟所谓的目标体重，那其实它是希望说再增加一个一样的体重在这个下面，也叫体重，那只是说那个体重画的图哦，它并不是区域图，而是折线图、哦、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请各位也许先把刚刚的先练习看，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数列部分，我觉得比较复杂。但是如果你假设都能理解的话，以后要画图真的还蛮简单的。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这个画图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最近那个就是有一家台湾有一家金融蛮大的公司就是邀请我去帮他们授课哈。那其实他们也是最希望学的就是图表，因为他们老板、哦、是希望说以后员工都不要只是给一堆数据看得很累，希望呢可以帮忙画出一个比较直觉一点的这个图、哎、那当然他这现目前员工好像没这个能力，所以老板当然会非常希望每个员工都具备有把图画出来的能力，所以以后啦，如果假设你有这能力的话，我觉得应该至少，会被至少哈、哦，感觉会被重，基本上相对比较容易被重视了哈、哦。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